天是周六，来这个帽看一看啊。这个是 Woodview 帽，好久没来了，10点开门，现在刚刚10点，已经开门了，停车场已经停了很多车了，给大家看。今天有点下雪。Back to school, better than ever. 刚开门，所以人不是很多呀。好久没来，这个里边有没有什么变化？这是什么 ？Enter through the dining. 现在一些圣诞装饰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灯啊，这个装饰。JCPenney 坐电梯下到一层去。这边有人在排队，应该是一个卖那个体育用品的店，好像是。T-Mobile 是手机店。这大家都排这个店 JD， 以为还是京东商城呢，实际上是一个体育店。我不知道大家排队买什么，买特定发布一款体育鞋吗？哦，优衣库刚开门， Uniqlo 刚刚开门。这是 Gap， 这衣服。这是小六同学，对面就是优衣库。我带小六来看看里边的帽里边一些装饰啊，圣诞主题的装饰。马上快过圣诞节新年了，这帮人是干嘛的？背着背包像那种旅行的。这是手机壳，这中间这个是圣诞，这个应该是可以跟圣诞老人合影，当然是要花钱的了。以前小六也照过，小的时候。Where？ 嗯？耐克。Which one? You mean this? Yeah, it's cool. Why? Oh, here. Santa. Santa is here. 没有开始呢，还没有开始。In there. Garage. 这是什么店啊？女士服装。我们去一个，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热带的动物，当然假的，是一个餐厅。好久没来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方向。它有这帽里边有三个方向，三条腿儿。我们现在不记得是不是这条腿儿了，也可另外一条腿儿。这是这个地图。两层，中间有一层是吃饭的。一些玩具店，Bath and Body Works， 5.5。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排队了，跟圣诞老人合影。没有。觉得今天还得跑吧。这是一个儿童游乐场 playground。
Pullman Group 广告。Forever 21，这是中间一些各种各样的工艺品。哦，那个原来这边一个那个餐馆有一个假的鳄鱼啊蛇啊，现在已经 close 了，改成另外一个店了。好久没来，里边有些店已经关张了，有换门脸了。这是一个卖各种糖果啊一个小店，这个地方就是跟桑塔合照啊，合照的地方。我们看见有小孩跟圣诞老人一起合影，这小六同学非要一个 cookie， 拿了个 cookie，这就高兴了。 Cookie 里边有那 M&M 豆啊。现在来到的是这个 Aurora 一个郊区的一个 outlet， 小六他妈妈退两件衣服。之前呢去了一趟 Costco 就没有拍视频了，等一下要去一个香港超市买些吃的东西，因为它是很多中国货嘛。现在第二次来到这个香港超市 Park Shop， 看看这停车场这个灯上面有些中国结数字。封城一品菜单还有价钱。超市今天人不是很多呀，这是什么？4.99香菱卷是什么东西？没吃过。北冰洋汽水，这边卖米的，富贵花20磅，23块钱。泰国香米25块钱，25磅。三个女人顶上茉莉香米碎，没听说过。给大家看一看物价吧，国宝米15磅，22块钱。这都是米。方便面16包，15块钱，不到1块钱一包。韩国辛辣面。火锅底料来一包，小肥羊清汤多少钱？4.49。各位老铁，这价钱如何呀？羊肉片涮火锅，8.99，就9块钱一磅。这一盒0.86磅，7.73块，这也就一个人的量了。各来一盒。零食区，稻香村的点心，3.59，很轻啊，很轻。4块钱一袋花生。